好，之前。当然是帮忙听啊。道德加死。无量三不就是那个？下面面还打错，阿叔是之前那个啊，不是那个《神雕侠侣》那个时候的剧情啊，哇，还蛮强的。应该打得赢吧？我勒个，快死了！这就是大侠的绝招。打一样，阿苏失主又致重伤。好，打赢。我的鬼，快撤！帮杀死仇人，陷害别人。谁敢跟我们独好，直接这边导游了。好，就这样。